起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飞机已经出事了，因为一开始飞机在准备飞行的过程中突然加速飞行嘛，然后他拼命加速飞行，突然就刹车，就他就突然急刹车，然后当时就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，然后广播里说是那个由于机械故障，应该是机器故障还是机械故障这样说，然后就说要检修什么的。我当时觉得没啥事儿，飞之前他能够修好的话就肯定没啥事儿嘛。结果呢，他就说让我们稳定一下，在这等几分钟他修啊什么的。结果就在他修的时候，就是他稳定下来，我们坐那儿就等着再次起飞的时候，突然就开始了，就咕咚一声，然后广播播报了一会儿，就开始 go go go， 我就坐着那个气垫滑下来了。